日前，由韩国导演郭在荣执导、欧豪张慧雯主演的爱情电影《在世界中心呼唤爱》昨天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，现场欧豪和张慧雯互喂西瓜，这份甜蜜从戏里延伸到了戏外。你是拿真诚去打动人家，他每一次在拍哭戏之前呢，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前期就是聊天啊，像我们化妆的时候，他不是，他会在他进入到化妆间的那一刻，一直到他开拍的那前一秒，他会一直在他的状态当中，听音乐也好，或者是去想他的台词也好，反正一直都进入他的那个演员的状态。